哎，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地品的初地，现在是讲第二长文的这个说明这个初地的道理当中的第二，名住地心，就是菩萨证入第一的欢喜地，住在欢喜地中。他的心境如何，说明这个道理。明住地心有两段，第一是证明住地，第二是较量显圣。现在讲的是证明住地，经文有三段，第一是总标，第二别说，或者是别事，第三是总结。分别说明这个住地心的道理当中啊，有三段。第一是信心成就，第二是修行成就，第三是回向成就。信心成就上次讲过了，现在讲的是第二，修行成就，经文在第48。第48页，经文的第48页啊，说明这个修行成就的道理，就是从第四行，日夜修习善根，无厌诸故，清净善知识，清净善知识故。常爱要法故，求多闻无厌足故。上次是刚刚开始讲到这个求多闻无厌足啊，现在就从这个求多闻的意义啊，再来接下去继续说明。经文很浅显呢，虽然说是初地菩萨的所修的，但是你要看到刚才这个科判里面的所谓修行成就啊，看那个成就两个字啊，他这是说明他过去啊一个大无数劫以来怎么样子修行，今天才能成就登入这个初地，所以叫做修行成就。前面的信心成就也是如此，是说明他一大无数劫以来他的修行到了现在证入初地，证明他的信心啊彻底成就了。现在是说明他在修行方面的功夫，说他修行成就。按照经文所说呀，如果是一文解一呀，这些道理我们初学凡夫刚刚修学佛法的应当都要学习的，都是浅显的道理。初地菩萨他这个修行成就之后，他有他的境界了，他怎么样子修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现在只能啊按照经文所说的顺住我们凡情啊来做解释。就是说我们按照经文说我们凡夫能够做到的，我们应当学习的。初地菩萨他怎么修，有初地菩萨的境界，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也用不着想尽办法去体会。现在只要按照经文所说的，在我们凡夫我们应当怎么学，那么就是就我们凡夫地啊来说明这个经文的道理，让我们大家初学佛法的人呢、能够修学，这样子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因为初地还是很远的境界了，
在座诸位，除非你是圣者再来，是再来人，如果是跟我一样的普通的凡夫啊，那么初地菩萨的境界我们是还没有这个力量能够体会得到，所以我只能顺着经文啊，做我们凡夫能够做到的，我们应当学习的来做解释。现在就讲这个求多闻无厌诸故，多闻修学佛法要从多闻开始，要追求努力去修学多闻，而且要博学多闻而没有厌足，多多益善，像韩信用兵。或者有人会这样想，多闻有什么用呢？我们学佛是要实际去修行的，闻了那么多有什么作用？还没有看到楞严经里面说吗？阿难尊者他就是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力，他自己就恨自己呀，多生多劫以来只是注重多闻，结果到了今天道力可以说不但未全呐，等于没有，所以遭到摩登劫难。有人看到这一点呢，他就说何必多闻啊，修行要紧啊，如果没有修行多闻有什么用啊。他不知道阿难的问题不是出在多闻，而是出在一向，一向只在闻而已，他是一向只在闻呢，那就显示他在闻思修三会当中啊，没有思会，没有修会，所以他在楞严经佛的七番破网 破他的虚妄之处破完之后，最后何止他不认识自己的真心只认着自己的妄心在哪里呀，这个名为修行啊，实际上距离修学佛法的因缘还是很远，所以阿难最后他自己慨叹自己说他一向就认为啊，将为如来会我三脉不知身心本不相待，他就是老是想到佛就是我的大哥，喜闻难言了佛是我的哥哥嘛，我的哥哥成佛了不用多嘛，他修的三脉很多啊，他给我一点点三脉就好了，将为如来会我三脉，他老是想到我以为佛给我一些三脉，他修的给我一些，那我就够了，那我何必辛苦去修啊他没有想到啊不知道身心本不相待啊，别人不能代替的，所以古人说父子上山各自努力爬山要自己下功夫做父亲的不能代替儿子爬山，儿子也没有办法代替父亲爬山，要自己下功夫，修行就是这样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别人代替不得。阿难一向就是认为佛是他的大哥，那么他的大哥成佛了，他的三脉他所修的给我一点点就行了，我何必修啊，那么他老是有这个想法存在他的脑子里面呢，所以他就是闻而已，闻，我只要闻就够了啊！将来我结集经藏的时候，我能够啊如瓶泻水，我目的就达到了，何必修啊？哥哥给我一点不就行了吗？所以他未全道力的原因是自己呀、不修行，他不知道身心不能相待，他的毛病出在这个地方，不是出在多闻，多闻是很重要的，我们修学佛法都要从闻来的，举例说，最起码念佛的人念阿弥陀佛，要求生西方，
那么他如果没有听到进度法门，没有看过进度三经，他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怎么知道有进度法门？怎么知道有怎么样在念佛？所以念佛虽然不必多闻，但可是他还是从闻而来的，不闻就不懂得怎么修的啊。参禅他如果不去闻，他怎么知道向上一着？怎么样子去打破这个最后的幕后牢关？要怎么样子破三关啊？参禅的人他要怎么样子提起话头？不闻他怎么懂的？那么其他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是从闻而来，不闻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所以有一首句诵啊，在说这个赞叹这个闻的重要。他说由闻知诸法，由闻则众恶，由闻断无义，由闻得涅槃。这首句诵出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论里面引证这一首句诵，说是在其他的这个经典里面呢，把它引证出来的。他说我们修学佛法注重在先求多闻的，因为闻它能够知道诸法。诸法是什么呢？诸很多啊。那么在这个世间出世间一切法当中，因为闻法才能知道什么是善法，什么是不善法，什么是有漏法，什么是无漏法，什么是世间法，什么是出世间法。假如不闻他能知道吗？闻才知道。还有这个法就是指善法，就是修行的方法，就是断烦恼了生死的方法，就是度众生成佛道的方法。你不闻你能知道怎么样子去断恶修善吗？怎么样子去修学佛法吗？所以有闻呐，知诸法。第二句说有闻则众恶，就是恶法。假如你不闻佛法呀，他没有办法来遮止恶法不生起来。不懂得佛法的人呢，他老是想到我也没有去台郎办会，我也没有做什么多大坏事，我这样子还有什么恶法呀？他分辨这个善恶也搞不清楚啊，他就好心就行啦啊。那么客家话也有一句话说祸行不用宰啊，他说这个只要怀好心啦，没有假菜没关系啦。他不知道他嘴巴里咬的都是血，一滴一滴的众生的身份，他还说是他没有造恶业呢。所以不懂得佛法分不出善恶，也没有办法断恶。所以佛法主要就是教导众生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第一句的由闻知诸法就是众善奉行，第二句的由闻则众恶就是这个诸恶莫作。假如你不闻佛法，你怎么能够知道去断除众恶？物为恶小而口为，水滴虽为呀，渐成大器。那么久而久之，小恶做多了，足以灭身呐。所以因此之故，如果你不闻佛法，怎么能够分辨什么是善法，什么是恶法？怎么能够遏止恶法不生起？那么心里动的念头，您难知道自己心里一天到晚动了好多好多，都是一些恶法的念头，动一些恶念，那么增加这个八十田中的恶法的种子，自己都不知道。假如你不学法，不修学佛法，不懂得这些的，所以第二，由闻遮众恶。第三呢，由闻断无义，义是意义呢，不懂得佛法，总然想修行啊，走错路也不知道。像外道的那些无义苦行，自恶
认为是恶食就是得涅槃，或者是像那个裸体外道不穿衣服吃这些苦头，他认为就能够解脱。还有用烟熏鼻的，用火烤身的，用灰涂身的，躺在荆棘上的，那些种种的苦行啊是没有利益的。佛法叫它叫做无益苦行，所以佛法一定不会叫人不要吃饭，一定不能自饿，不但是不能自饿啊，就是这个不吃人间烟火气也不对，也不能这样做。那么最苦的只能头头行啊，一天吃一餐，日中一食，佛法最起码日中一食，没有说是不吃饭的。所以如果你不学佛法，你不知道什么样是无意义的无意苦行，分不出无意苦行。所以由闻断无意，就是能截断这个是佛法，这个是外道法，分得清楚，自己能够截断，才不至于造作这个无意的苦行啊，浪费很多时间精神，结果啊得不到利益。就像那个持牛戒的外道，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外道持牛戒，那么他请阿难代替他问佛，他说请你替我问佛呀，我持牛戒持得很清净，将来是不是能够升天？假如没有持好犯了戒，将来会不会堕地狱？阿难问佛，佛就说他如果把牛戒持得很清净啊，不但没有升天的希望啊，而且做牛有份，一定做牛。为什么？他现在就学牛学得很像嘛，完全跟牛一样嘛。既然他完全学的牛法，将来他成就了就是做牛，人不做而做牛，这个多余吃啊。那么如果犯戒呢？犯戒下地狱，他犯了戒嘛，自己定的戒法没有做好，那就下地狱。犯戒下地狱，吃好做牛，这不是愚痴吗？像这种无意苦行，你修它做什么？所以由闻断无意。第四句说由闻得涅槃，涅槃就是究竟果的成佛。假如你不闻佛法，你就得不到究竟涅槃。所以多闻呢，在佛法里面暂时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啊，但是不是闻而已呀，必定要闻而思，思而修啊。所以第二句说如所闻法正观察故，这是思慧，这就是思慧。如是按照的意思，按照你所闻的法，要正观察，观察就是思维呀，修观，也是思也是修，主要是先要好好的思维，如果听过之后不下功夫，不去思维，左边耳听进来，右边耳朵出去了，这样子闻而已呀，顶多种种善根，结结缘，解脱困难了，连思维都没有了。所以要如所闻之法而正思维之，所以要正观察，就是要依法来好好去研究，求了解它的内容真实的道理，那么法从哪里闻呢？大智度论里面说从三处闻法。第一，从佛闻，世间如果有佛，听佛说法，从佛那边闻。那么如果没有佛了，第二，从佛弟子边闻，就是佛弟子比丘比丘尼啊，出家众啊，那么在家居士也可以说法，就从佛弟子那边闻法啊。那么这是从这个声音的这个方式啊来闻法，就是楞严经所说的此方真教体呀，清净在音闻。以音声为佛师，听到佛弟子说法，依法修学，
只要他是正知正见，说的是佛的正法，这就行了。好好的修学，就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第三呢，从经典文，假如佛已经入灭，又没有因缘听到佛弟子说法，那么自己看经，这是用眼睛闻，自己看经，自己看经看论看祖师的著作，由此了解佛法，得到佛法，也能得到真实的受用，所以如果文字能通，而自己看经能够看得懂，在经典里面呢，也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那就所谓以经论为善知识，佛说的三藏教典，祖师所有的著作，我们好好去下番功夫，也能得到真实受用。不过，以我个人的经验呢，听还是非常重要的，听很重要。假如没有去听过这个高僧大德的说法，单靠自己看有的时候这个叫做闭门造机在屋子里面造车子拿出去配不上那个轨道，单靠自己闻自己看，如果完全不去听，会出问题的。我从前在佛学院教书啊，就曾听过有人这样说，他看到佛经这个古德的注解里面很多磕绊呢，母磕子磕很多很多的磕绊，他一看呢、他就烦呢、他厌烦，说那些做什么呢？没有用啊，解释经文了、就可以了，何必那些磕绊？他就是因为没有真正去听过，不晓得这个磕绊的用途在哪里，就发生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你听过的，知道人家怎么讲，自己才会讲经啊。假如自己完全都没有听过啊，这世间有一句话说无私不设圣啊，这个佛法必定要有人讲，那你真正去学习过才懂得该怎么讲。假如我从前没有亲近过宾中老法师，没有亲近过慈航老法师，你叫我讲经恐怕也讲不出今天的样子来。这个基础非常重要的，所以还是纵然自己看可以呀，还是要有听，要有学习的机会，有学习的机会才懂得怎么样子分科判教，怎么样子讲，怎么样子消文失义啊，分别这个内容的道理，才懂得这个方法。没有听过单靠自己看了、好像不去读书啊，单把那些机器啊自己拆开来凑回去，万一凑错了问题就大了。所以啊这个文法的地方就是从佛文，从佛弟子文从经论这个书本上文，那就是用眼睛看从这三处文法，那么文了之后要正观察好好的去思维去用功。那么再进一步呢心无已着故，经文的心无已着故，这是修的成就。修，假如你闻法以后不修，这个心就有依有执着，依是依靠，着是执着我们凡夫都有我执法执，都有执着，都有所依靠依为是我这样子就行了如果你学佛了，按照佛法去思维，去用功研究，那么懂得怎么样子破我执，破法执，怎么样子消除烦恼，怎么样子要自己建立自己的这个功德，不能靠别人心无依着，要有这个这个成就啊，才算是真正有修为。所以释迦牟尼佛到了最后临涅槃的时候，还在交代弟子们呢，你要好好去这个修学所以佛在这个《佛遗教经》里面说汝当比丘与诸功德常当一心舍诸放逸，如离怨贼
把放逸好像冤家一样，好像贼子一样把它远离。大悲世尊所说利益啊，皆依究竟。佛临江涅槃，他说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汝等但当勤而行之，勉励弟子们说你们应当要努力精进去修行。在哪里修行啊？若于山间，若空贼中，若在兽下，闲处静室，念所受法，勿令忘事。你应当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的去按照佛所说的法，闻而思，思而修，好好去用功，常当自勉，精进修之，要自己勉励自己，要精进去修学。无为空时啊，后自有回，不要空过一生到死掉了，后来觉得啊，我很可惜，得到佛法又是青岛宝山空回首，那个时候后悔啊，后悔来不及了，失其莫及了。后至有回，回是后悔，后悔那是很可惜啦。那么闻道的时候不用功，到了后来后悔，那有什么用啊？所以最后佛说，我如良医，知病说药，服与不服，非医救也。佛说我好像良医，好，很好的医生呢，医师。我像良医啊，我知道你们众生的病，我开出这个治这个你们心病的药方来，治病说药，49年说法，坛经300余味，那就是药方。那么你们听了之后服与不服，这个药开给你，你吃不吃那是你们的事情啊。服医救也，就是过救，那你们不吃药病不能好，那不能怪我啊，不能怪良医啊。所以因此之故啊，也修不修在自己，佛实能做正上缘。所以佛说度众生啊，只是做众生的正上缘，众生要自己度，自己不度，佛不可能把你拉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在黄梅得法之后，那么半夜要回到自己故乡下山来，他的师父五祖黄梅送他下山。前面有一个溪，过溪的时候过那个河流啊，用一个小船乘过去，那么黄梅弘忍大师就说我来渡你，我来乘船渡你过去了，那么六祖慧能说我来，师父啊，我怎么可以用有师父出力呢，我来，他说我做师父的当然要渡你呀。那么六祖说迷失师渡啊，悟来自渡，记得这句话。在迷的时候不懂佛法的时候，师父教导我迷失师渡，迷的时候不懂佛法的师父渡我，那么悟了，我已经开悟了，悟了我自己要渡我自己，所以就把这个乘船的竹竿子借过来，自己乘船过去。迷失师渡啊，悟来自渡，所以不能有所依呀。你老是依靠师父来渡我，这个不行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不要靠师父，要自悟来自渡。所以要好好的去修学断我执、断法执，不要有所执着。所以经文说：“心无依着故，心无依着，就是叫你如法修行啊。”不要有所执着，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前面这三句啊，就是闻思修三会，闻思修三会。菩萨虽然是正道初地，但是他最初修学的时候也是从这个地方来。我们刚才讲的都是我们初学的人都能学习的，都该这样做的，都应当要这样学习的。那么菩萨最初发心也是这样做起来的，那么我们今天闻到佛法也要这样子去努力，不这样子去努力啊，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啊。所以接下去在修学佛法的中间，闻思修在闻法的中间呢，还要注意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就是好像吃药的药剂啊，你什么病该吃什么药，吃什么药，什么东西不能吃，要懂得啊。例如说感冒，吃感冒药就不能用这个，不能吃补品补下去，那个感冒的风邪不能出来。那么要懂得这个药剂
啊，什么样的聚会如果不知道，那么一边吃药一边犯聚会，这样子病没有办法治好。所以前面文思修三会是真正修行的门路，把这个门路搞清楚了之后啊，那么您在修行的时候啊应当怎么做，下面就说明了。不单着力扬明文恭敬骨，这是就是要句。单是嗜好，因为嗜好世间的力扬，爱好世间的明文，爱好人们的恭敬，这个明观、立观、恭敬观三观都没有办法破，一观都没有破，而且单着，单呢、啊，一方面是嗜好贪着，一方面由此耽搁了修行的这个时间，结果啊，修行不能成就，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关于这个问题呀、啊，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来说这个明文恭敬的这个害处之大啊、哦。那么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啊。刚才讲到，不单着力扬明文恭敬故，修学佛法对这个世间的力扬明文恭敬啊，不能有所贪着。至于这个利扬，害处固然很大，但是人为了生活呀，也不能没有。所以经文叫做单着，单着就是过度的贪爱，超分的贪爱才叫做单着。那么学佛的人应当要知道世间的利扬之害。佛在四十二章经里面有这么一段文说，佛言财色宜人呢、啊、人之不舍，比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而甜之，则有各十二之饭。这个经文呢、啊、这是四十二章经的第二十二章，经文里面的意思是说，世间的财力财色等等，世间一般人都会贪着，他不知道这个财物啊，这些无益之物，就像刀刃，刃呢、啊、是刀子加一点，表示很利很利的刀啊，就刀口，这个刀口有蜜，有蜂蜜，很甜。那么小孩子啊，不知道那个刀口的蜜，虽然蜜很甜呢、啊，刀会伤害人，他不知道。所以小孩如果用舌头去舔它，用舌头去舔这个刀口之蜜，舔得到的分量很少啊，结果把舌头割坏了，流血了，所以不足一餐之美，吃一餐不可能，只有一点点嘛。那么只有一点点甜头啊，可是你用舌头去舔它，结果舌头被它割坏了。这是说小儿无知，小孩子他不懂无知。那么我们这些愚痴众生贪着世间的财色无欲，情况也是如此啊，不知道这个世间的财色无欲等啊，就像刀口之蜜呀、啊、如果你去贪着它，有割舌之饭，就会被伤害。所以在欧含经里面佛说黄金是毒蛇，世间上被这个毒蛇咬的人呢、啊、五千整万，算不出那么多了，差不多每一个人身边都有这个毒蛇存在啊，口袋里面都很多的，你不小心被它咬到还不知道呢。所以对于这个利扬不能贪着，名闻也不能贪着，不能好名，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啊，世界上有哪一个不要名的啊、有一个学生呢、啊、他读书毕业了啊，那么他的老师就来问他，哎，你毕业之后你到社会上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呀？那么这个学生就说，我啊
我将来我要去做生意。他说你要做什么生意啊？他说我要做帽子卖，做帽子卖。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帽子啊？他说我专做高帽子卖，卖给那些要戴高帽子的啊。那么这个老师就说，世界上有几个不要戴高帽子啊？是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不要的。哎，那说老师，我就先给你一顶了。他是要那个不要名的名嘛，先给他一顶啊，他已经戴着一顶了，还没做就戴好一顶了。所以这个世间上有几个不要名啊？所以四十二章经也有这一段话。那佛言，人虽情欲求于声名啊，声名显著，身已固矣。一个人贪名，等到这个名很好了，响亮了，也很有名了，可是这个身体已经到了死的时候，无常来了，身已固矣。贪是长名啊，而不学道，贪着世间的很平常的这个名义，而不肯好好的修学佛法啊，忘功劳行啊，这个忘啊，这个冤枉的荒废了很多的功夫，劳累了身心，不肯修行。这个情况就是比如烧香啊，虽然闻香啊，香是成疑，就好像人家点香一样啊，别人闻到香了，可是你的香本身啊已经烧掉了，而且呢为甚之火而在其后啊，这个火还继续烧下去呢。你让人家闻到你的香，可是你的香火在烧，最后你自己本身已经没了。这就是四十二章经的第二十一章啊。那么这个一切有波律啊，一切有波律里面有这么一首偈颂说，名誉即利养，愚人所爱要，能损害善法，如剑斩人头。这是一切有波律的这个律舍里面有这么一首偈颂，他说世间的名誉名闻跟利养，名闻利养啊，那是愚痴的人所爱所要的。听到这一句话就知道，贪着世间的名闻利养，那就是愚痴的人，那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他不知道这个名闻利养会损害善法，会伤害到你所修的善法，能损害善法。这个情况多严重啊，如剑斩人头啊，好像很利的剑啊，从把这个脖子把它斩下来，头就斩下来了。因为你的修行的功夫法身慧命就由此丧失了。所以如果贪着世间的名闻利养，对于这个修行的伤害那是相当相当之大的。那么名誉名闻利养固然是不能贪，恭敬啊，人家对你恭敬你贪不贪啊？那么有的时候也会动起这个希望人家恭敬的念头啊。有这么一位法师啊，他不贪名也不贪利，人家供养有没有他不在乎啊。那么他很发心也会讲经啊。有一天有一个人呢去请他讲经啊，把讲经的帖子送到法师面前，就只是合个掌而已啊，没有顶礼那么法师眼睛望他看看，你要做什么？然后请法师慈悲，到我那边讲经。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啊？我好意来请你啊，连我也不要名，我也不要利，你连顶礼都没有，一点恭敬都没有，我还去？恭敬观没有破，名观利观是破了，名观也破了，利观也破了，他也不要名也不要利，你有没有供养他不在乎，可是你来请奖金的时候连礼都不顶啊，连这个拜一拜的礼你都不顶啊，你还要我去讲经啊？你这么一点恭敬心都没有，还要我去讲经？我去。好可怕。所以这个恭敬观也不好过哎，并不容易过啊。假如那个当法师的人家请你讲经，如果没有向你顶礼，你就不去了，或者是纵然去了心里不高兴啊，那这个都是不是办法。所以这个名闻利养恭敬这一关通通都要破啊，不破没有办法如法修行，生死了不掉。所以不单着利养名闻恭敬这些都不能贪着，
不能有所贪着啊，应当是菩萨嘛，随顺因缘，随顺度化众生的因缘，人家供养啊，随喜接受啊，那么或多或少不要去分辨，不管他，那么随顺众生，让他生欢喜心，他欢喜就好了，一块钱也没关系，一百万也没关系，随他啊。就是我从前亲近的慈航老法师，慈航菩萨，他就是从来不看红包，你送他多少红包，他从来不打开来看啊，甚至多少钱他也分不清啊。所以因此之故，他就是对这个利观，他能够打得破啊。他们你不没有也不行了，没有没得用啊。啊，可是有的用就好了，不要贪多。人家恭敬供养有随喜，没有无所谓，没有没有关系啊。名嘛也不在乎，随因缘啊。有没有名，不要自己去想办法拢这个知名度哦，想办法拢知名度，不必去，不必这样子啊。那么那个恭敬。这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利嘛还有受用啊，名嘛还有好名声啊，这个恭敬嘛只是当下人家拜不拜，恭敬不恭敬，这个更是啊没有什么多大作用的，以这个身体的生活也没有问题，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对恭敬观音当时更容易过才对，可是有人呢就是偏偏不容易过啊。如果不会担着这些利养名闻恭敬的缘故，那么前面的文思修三会啊才能做好，才能如法修行啊。佛法无人说啊，虽会莫能了，这两句话就在华严经的句颂里面啊。佛法还是要靠听闻，闻了之后思修啊。如果没有人说，你纵然很有智慧，靠自己看，有的时候也会搞不清楚，甚至也会看出一些毛病来。尤其看古书，古代的古书啊，没有标点，圈圈也没有，连圈圈都没有。那么连圈圈都没有，没有标点呢，有的时候就会读出问题来耶。啊，这个上下句分不清楚啊，句逗分不清楚，有的时候啊这个意思就没有办法了解。现代人碰到这种情况更是困难了，你就是用新标点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困难的。现代的标点用对这个文言文的古书要标点起来，有的时候也会困难了。究竟这一句话下面是要用顿号，还是用一句的点，还是要用叹号惊叹号，还是要用耳朵的问号，很难斟酌所以必定要下一番功夫啊才能体悟。因此如果友善知识讲经说法来学习来多闻，那么成就帮助总会比较大。以我个人的经验呢，听一遍胜过自己看三十遍，听一遍胜过自己看三十遍。我有很多一些公案故事差不多都是当时听来的，实际上我听的并不多我听过宾中法师讲过这个地藏经阿弥陀经，这是全部听过的，都是一个月21天。楞严经只听第一卷，只听第一卷但是那么其他的都要靠自己去下功夫了，靠自己下功夫。我在37年在圆光寺亲近慈老的时候，慈航老法师他看我对于佛这个古书佛法少少有一点点这个理路，那么因此他就尽量啊把那些好多好多木板古书都搬来，一天搬一部，一天搬一部要我看。他说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几句开头前面翻几句讲一讲那么我就那怎么一天就搬一部，我哪里看了那么多啊，而且讲了一句两句剩下的我也未必能懂啊。他就说我替你挖宝啊，我替你挖宝，我挖开来跟你说这里有宝，那你自己要挖呀，我挖开来有个样子给你看，我这里有宝跟你说了，你自己不挖那我有什么办法呀。他只是给你挖一个洞，挖一个洞让你知道里面有宝，那你自己就要去挖。所以我几十年来就这样子挖到现在还没挖完挖的分量还很少。
要自己下功夫。那么因此他对于这个这个文思修三会能够对于这个明文立扬能够舍得掉不贪恭敬，那么这样子那么就有要据啊，知道具徽那么修行就会有所进步的。老实说，我如果也是跟人家一样跑啊，牛腿麻豆哦，那我也去做事业，也办幼稚园，也办什么什么什么，没有我的今天，不会有我慧信的今天。慧信有今天，就是靠完全自己死下功夫啊，在挖宝，就慈老叫我挖宝啊，几十年来就是这样挖下来的，我什么都不做。其他通通我不做，我就是喜欢挖宝那么这样子在佛法他会得到一点受用，多多少少在文字上他也得到一个知见的了解那么接下去经文说，不求一切资生之无辜，这就是说对于日常资助生活的衣食住行啊，不强求，不强求。这个不求不是说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他没有办法生活呀。资生就是资助生活的衣食住行，资助生活的衣食住行啊，不能没有，但是不强求，过得去就好了。饮食不讲究太这个讲究的营养能够吃饱就好了，能够使这个身体生命能够保持下去，有健康的身体可以看经学教研究修行这就行了，不必讲究什么营养要怎么样子去下功夫讲究这个饮食的营养。实际上在从前尤其在这个第二次大战那一段时间，日治时代的台湾生活相当之苦，尤其出家人住在寺庙里的生活当时我住在石头山圆光寺民国33年还没光复头一年呢，那个时候都是配给米呀，米都是配给的照配给的，那么因此油水也非常之少啊，常住上80多人吃饭呢，一年呢只有500斤油呢，那么这个主菜的饭头是都是用那个小瓶子装一瓶油放在这个锅灶的旁边，凡是必定需要用油的菜滴一滴，不会粘住粘住这个锅底就好了，滴一滴一点点不会多的，差不多天天都是沙菜了都是开水煮的了，煮好了有的时候还是盐水蘸的连酱油也没有在那一种情况我还不是活到今天如果是国历我已经70岁了，古来稀嘞，我都是这样吃过来的，很辛苦那么那个时候谁去讲究营养啊，连饭就没得吃谁去讲究营养，所以这个饮食资生之物当然不是要大家还是恢复到原始时代了现代有现代的生活情形，但是不必太讲究，不必太讲究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讲究只是求适可而已处中而行衣着也是出家人最方便了，一件衣服穿了几十年还是哪一件呢不像这个世间普通一般的民众尤其女性她是年年有流行的，今年一样明年一样那个花样多得简直不得了看着那个报纸上写的是眼花缭乱我看他们这个一年一样衣服啊，那个明年又换掉一样了，那奇奇怪怪的什么样奇装衣服都出来了，那个没什么意思所以现在这个世间也这个社会上弄得这么奢侈的情况啊，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那么我们学佛的人不去谈那些资生之物啊，穿冬天能够保暖夏天能够遮体就可以了，吃能够维持生命的生活，能够维持健康身体，可以了那么住嘛，也不必住得太好有房子住就行了那么不会漏水，不会晒太阳，这就行了。那么交通工具嘛，也不必太讲究了可能的范围尽量用公家的必定需要自己自配，自己准备
准备这个交通工具，也不必用太好的，可以用这个就可以了，尽量减少到这个最低最低的限度，这样子的生活那么对于自己修行啊，总之尽量减少浪费的时间要忙里偷闲呢，想办法抽时间增长自己修行的因缘，修行的功夫，不必太讲究其他那么这就是说，不求一些自身之物不要太过于强求，能够过得去就算了那么这个在个人的看法呢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了，不可能的事情了三如宝心无厌诸故，宝，世间的宝物最宝贵的了例如金银财宝、金银七宝，世间人是最宝贵的，而且价值最高的了。这是对什么三如宝心啊？对佛法，对三宝，对四谛对佛所说的一切法尊重如宝，所以我们这个佛法身称为三宝要对于这个佛法身升起这个尊重之心，如宝，对佛说的一切法修行法门如宝，就好像您爱惜这个宝物一样的尊重，对佛所说的法，对自己所修的法门，对这个经律论三藏教典一切都要生好像爱护宝物的心情来尊重它所以升起如宝之心对于佛法没有厌诸，不会觉得我这样够了，得少为诸。那么在世间法可以少欲知足，生活饮食名闻利养应当要少欲知足，但是对于佛法要尽量要多多学习，要尊重佛法，要如宝之心来尊重它，所以升起如宝之心，而且学习没有厌倦那么无论是再多我也是求之不厌，越多越好要有这种的这个心来修学佛法呀，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那么前面到这里为止就是修行成就修行成就那么如果具备上面这些条件，努力进修，从出发心努力进修，一直到登初地他还是不忘这个修法，初地菩萨他还是不忘这个修法，不过他的境界高，他的修法不是我们凡情所能测量但是我们凡夫初学都是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开始学习的。接下去说的是第三，回向成就，回转去向于三处回因向果，就是回向无上菩提求成佛呀所修的一切功德不但是得初地而已希望能够成佛求成佛。那么回向一切众生，就是回自向他，把自己所修的一切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那么回向真如实际，就是回是向理修学佛法目标就是要求证真如实际之理呀在华严就是求证一真法界，法华经是诸法实相楞严经的如来藏妙真如心，圆觉经的圆觉我们都要求证这个诸法的理体那么这就是回四相离，四相上的修行，求证果德上的这个诸法的理性，就是诸法实相一真法界那么回向这三处都得到成就，所以叫做回向成就这个也就是由此我大愿大行圆满了，能够成就，那么进入初地，前面这个十回向这个住行相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回向里面对这个回向的意义讲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这里回向成就啊，只是简单几句话来说明这个回向的这个真意而已啊。一开头就说，求一切智地故，这就是回向无上菩提，回因向果，一切智，佛的智慧，在佛经《经律论教典》上哈，三藏教典里面凡是讲到一切智，如果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三种品牌讲的，第一是讲一切智，第二讲道种智，第三讲一切种智，那么这就是有分别。一切智是指的声闻人的智慧，阿罗汉比丘佛的智慧，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一切种智才是佛的智慧啊。那么一切就是前面的一切智，种就是道种啊，那么就是一切智也成就，道种智也成就，到了究竟圆满的智慧，那就是佛的智慧。这是三种智平排讲的时候，一切智是二圣声闻缘觉的智慧，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一切种智是佛的智慧。这是三种智平排讲啊，这个一切智指声闻人。那么如果佛经里面单有一切智一个名词，单说一切智，那是指佛智，不能单指这个阿罗汉的智慧，那是指佛智。所以现在经文里面的求一切智地，这个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啊。那么意思就是说，菩萨他的目标就是求成佛呀，他要求成佛，所以他要求佛果上的一切智，一切智总包括啊，那么五识智、自然智、一切智、根本智、厚德智，通通包含在里面啊。要求证到佛果的一切智，那么这就得从实地有次第的修学了，所以叫做求一切智地故。地指初地到实地，初地到实地的修学都是求佛的一切智啊，目标就是求佛果的一切智啊，以佛的一切智为自己所求的目标，这就是回向无上菩提，也就是所谓回因向果。第二句说，求如来力无畏，不共佛法故，这是求佛果上的殊胜功德。前面先求智慧，有了智慧才能修行，才能证果，才能圆满一切功德。这里是说要求佛果上的一切功德，如来就是佛啊，后佛如先佛之再来，有十种通号之一啊，仿同先德号啊，后佛如先佛之再来啊，所以叫做如来啊。那么求佛果上的力，实力的道理呀，世出非出力等实力道理，在净行品讲过了啊，华严经开头讲的净行品啊，菩萨问明品以后讲的这个净行品，净行品里面问的文句里面就有佛实力的那个名称，佛实力的名称，所以在这个净行品里面有实力的解释。假如你必定需要知道这个佛的实力嘛，那就把这个净行品啊请出来，从头听起，听到那个讲佛实力的地方就有解释，这里不必再讲啊。力就是佛果的十种力啊，如来力表示不是菩萨实力，菩萨也有实力啊，现在求的是佛果上的实力，菩萨实力他本身已经具备啊，所以求佛果的实力，所以叫求如来力。无畏不共法也是求如来的无畏，求如来的不共佛法啊，这求如来三个字是连下来的。无畏就是四无畏，佛具备四无畏，四无畏也讲过多次了，也不必再讲啊。就是一切智无畏、漏尽无畏、说障道无畏等啊，说尽苦道无畏，这个就是佛的四无畏。
那么希望成就佛的实力的智慧功德，希望成就佛的四无畏功德，那么最后是希望成就佛的不共佛法的功德，不共，不一二圣功，只有佛才有这个功德，这个殊胜境界只有佛才有，所以叫做不共法，不共佛法，这个不共佛法就是佛才有的十八不共法，菩萨纵然分正有不圆满，那么二圣是没有的，那么佛国有具备十八种的不共法，叫做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以前好像讲过，我现在按照这个名词啊简单说一说啊，佛的十八不共法，第一是身，第二是口，第三是意，身口意三业无失，不会有过失。佛的身口意三业一定不会有过失，他已经究竟成佛了，福德智慧究竟圆满庄严，他的身口意三业不会有过失的出现，最为圆满清净，所谓完人呐、佛就是最圆满的人格的人，他不会有身口意三业的，甚至最微小的一点点过失他也不会有，第四是无不定心，佛经常在定境当中，他不是说我跟你讲话或者在走路那么他就没有定，不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是在禅定的境界里面，不离一定，所以无不定心，十八不共法的第四没有不定之心，经常是在定中。第五啊，无意想心，意不同啊，思想的想，佛已经没有第六意识的那一种妄念了，所以他没有意想，没有不同的想法了，他的想法是一贯的，永久如此，成佛的观念永久如此，所以他不会有意想心啊。第六是无不知舍心，十八不共法讲不完了啊，无不知舍心，他无时不舍，时时刻刻都在布施，都在舍，把所有的成就的功德智慧啊都来布施众生，所以四十九年说法没有停啊。那么这个十八不共法呀，只算他讲到第五无意想心，第六的无不知舍心，还剩下有十二种啊，我们留下次讲，再讲一次才过年啊，不要急哈，不要急，下次讲了就过年了啊。那么这个过年以后什么时候讲，课本上有写的啊，家伙。